兄弟们，不好了，桥洞集团出事了。我早上刚醒来，一打开手机一看，崔总给我发了好多信息啊，说他昨天晚上进局子了，进去喝茶了，然后还说鸡腿哥嘛，小刀说拿着300块钱、啊、跑路了。现在我去找一下我崔总啊，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。兄弟们，已经来到公司了啊，我崔总看到我崔总了，崔总也出来了。这个谁啊，东少广西老弟，还有个哪个老铁，这个都躺平了。崔总又闷闷不乐的在喝这个饮料了。崔总、啊、出来多久了？出来几个小时了，从5点进的，然后7点出来的。进去待了几个小时嘛？2个小时啊。待两个小时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坐好，我采访你一下好吧。崔总昨天晚上给我发了好多信息啊，5点钟还打，上半夜他们还去唱歌跳舞干嘛的，非常潇洒，结果下半夜出事了。好，先欢迎我们崔总啊回来啊。谢谢，我都刚出来，我请你这个欢迎我。好，现在先把事情捋一下吧。就是崔总，你还记得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没有？记得啊。我先说明一下吧，前半夜我看你们还在吃什么串串香呀，是吧，还很潇洒呀，后半夜怎么就进去了？后半夜，然后说，然后去那边吃烧烤，然后不知道点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我本来说，你们几个人去吃烧烤？4个啊，还有他，还有那个你东少，还有鸡腿哥，对，鸡腿哥，还有湖北大哥，还有湖北大哥，4个人去吃是吧？对呀、啊。然后后面呢？后面然后点了挂壁了，就点了烧烤就超支了嘛？对啊。那个烧烤一共要270块钱，对啊，然后你身上多少钱？我身上有100多块钱啊。然后就这个钱给不上。对啊，给不上。然后腿哥，我说大哥给他赞助300块钱，我说你能不能先垫100块钱？等一下，腿哥，这个300是怎么来的呀？这300块？昨天我直播间大哥给他，就是有大哥嘛，通过你给小刀安排了300块。对啊。你们去吃烧烤结账的时候，小刀身上有300是吧？对啊。那后面小刀怎么跑了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，我刚出来就跑了。不是，你跟我说一下那个情景，就是你们吃完准备撤了，你去结账是吧？对啊。然后老板说270。对啊。然后呢然后刀哥扭头就跑了。我说不是，你说你没钱吗？钱不够吗？钱不够啊。然后我说刀哥，你能再赞助一下，赞助100块钱。然后他二话不说扭头跑了，直接就走了。对啊。都走了吗？那个都走了，东少也走了。第二个就是东少啊，第三个才是那个大最第三个是第三个是东少，那个湖北大哥也跑了，都就把你丢下一个人在这里了。对啊，然后我都凑钱，然后再报警啊，我说我钱不够。然后你结账的时候，老板发现你钱不够，然后后面你就打了那个警察电话嘛，警察就过来把你带回去了是吧？对啊。然后你就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。对啊。在里面2个小时是干嘛呀？是你打电话借钱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都是在里面打电话借钱。我知道你打给我了，但是我都是凌晨5点了，我早就睡了。我给你打了电话，然后又给郑总打电话，给你们两个打电话，你们都不回我。那我凌晨5点怎么回嘛？都要睡觉的呀。后面这个钱怎么来的呀？跟谁借的？房东。跟房东借了多少？130。然后才把这个烧烤的钱给补上是吧？对啊。然后就出来了嘛。对啊。这个事也只能怪你们自己，对不对？你这个。可能我吃了，你去吃霸王餐了，你吃多少没点数？谁要点那么多呀？谁要吃烧烤那么贵啊？那是小刀后面怎么又去查案了呀？我不知道呀，我自己还懵逼着呢。然后我一过来，我看你给我发的信息说什么小刀什么带着三妹说去查案了。三妹带着去查案了。然后他们一伙人去查案了吗？对啊，然后他说七点走的。7点走还是6点走的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后，哎，没什么想法，反正过去了，反正看腿哥了吧。然后腿哥他自己，然后回到，然后他就要带到长安看到自己喽。那没办法，没有帮也帮不了他。我看我也是看到他没饭吃。昨天曾总和那个湖北大哥让我去吃饭，然后我看他没吃饭，然后要腿哥就要一块过去吃。说实话，有点不。东少的话身上是没钱，东少是小刀有300，也不紧急赞助你一下，也有点不厚道，只能这么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现在我都快被刀哥气死了都。最终啊，还是我崔总啊承担下了所有，
这件事虽然有点不光彩，但是也能看出我崔总这个人还是挺靠谱的，是吧？关键时刻他留在现场，说明他还是有担当有责任的，还可以。崔总这个表现虽然进去被教育了下，是吧？但是这个事你还是有担当的。没办法，反正以后就自己稳着一点，好吧？对啊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了，兄弟们。啊？还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反正昨天在派出所哭了，差不多哭了半个小时。我能想象那个情景，在那个派出所一直打，借钱借钱是吧？找了几个人借钱，然后找第一个是蒙总，第二个曾总，第三个然后都是找那个湖北大哥，打了三个人的电话。这没办法，你凌晨五点是吧？正常人都在睡觉，这事情就先这样先过去了。小刀的话就希望他能稳住，好不好？能看到他今天走了，然后看到在长安能稳住都好了吧？也祝他在长安过得好一点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真心话，然后在他长安过得好一点，反正都祝福他吧，反正也不管了，反正我们这钱没有了，可以再赚。好，崔总有格局，有格局，钱没有可以再赚，好吧？好，那这个事过去了，那么这视频到这了，兄弟们，好，拜拜。